下一站取消。萧敬腾近期跨界主演音乐剧《胭脂扣》在中国展开巡演。小战在电影版中由张国荣诠释的经典角色十二少，但才预告下一站珠海见，今天却传出生病了，缺席明后两天演出。他表示从昨晚开始身体不适，全身无力，喉咙剧痛啊，经医生判定为病毒感染。萧敬腾为此感到不舍与自责，很抱歉没把自己照顾好，未来我会更加注意，不让大家担心失望。剧组也发出声明致歉，并开放退票。